哇，这下子，哎呀，反而还送分啊！这一个半局室内真的是阵脚大乱啊，真的乱。郑大红的动作已经是让自己的队友上当啊，已经要形成一个夹杀，但是捕手往二垒传，队友却没有接到，反而是让林奕璇呢一溜烟的跑回来再添一分，现在取得了3-0。林奕璇刚刚那个跑垒动作做得蛮不错的，第一个时间呢、因为离垒太远，所以高志刚也没有稍微冲出去一下，先看一下他的跑垒距离，直接就把球往二垒传，所以他借这个机会往三垒跑。